哇，这礼拜运势有五颗星的表现呢，恭喜生肖属蛇、属鸡还有属牛的朋友，这一半呢财气充沛哦，让你呢获利丰收。所以有关于不动产方面啦、甚至于长期投资方面呢，一定要多去留意这方面的讯息，你会发现说会找到适合你的投资标的，让你的钱有效的存下来。